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谈生爱识。前面有一个报告还没讲完，今天我们继续讲。因果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曾经说到，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那个时代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深受影响。由此可知，宗教教育深得人心。如果我们疏忽了，失去对宗教的信仰，那就是文明走向崩溃的时刻。我们不断地接触宗教，认识经典，在这当中深深体会到一切宗教与真神的圣者都是一体的。他们所有的核心就是一个爱字。宗教教育就是爱的教育。它的核心就是引导人们去把爱发扬光大。让人们真正懂得，如果用一颗无私的心去爱他人，去爱一切生命，去爱着整个宇宙，爱是自信，是真心第一的。
我们学习宗教，受经典的熏习，上帝爱世人，就是宗教的核心啊。我遇到过不少人问我宗教是什么，我告诉他，宗教就是爱，宗教是教育，宗教是爱的教育。如何学会把神爱世人这种大公无私的爱放在我们自己心上，我们代表上帝去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这就落实了。否则的话，上帝爱世人是一句空话，我们追问一句，上帝怎么爱世人？这个理事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上帝的爱是大公无私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宗教都给我们讲到，众生是一体的，往后我们学习每一个宗教，在经文里面呢，就看到了，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如果我们能够切入这种认知，这个境界，那么我们距离宗教的大团结就不远了。啊，宗教团结带给人类真正的幸福，众神欢喜啊。这种无私的大爱，真实的爱心，就是上帝的大爱，佛陀的慈悲，他们彼此是一不是二。他们其实所有宗教今天你们讲的爱是同一个爱，
啊，宗教的信徒，特别是神职人员，都能够代表上帝去爱世人时，上帝的天堂就会降临到这个地球上。我们确实都有责任，把上帝的天堂带到这个苦难的人间，多年来我们团结宗教我是在98年、99年在新加坡尝试着做成功了，用了1年的时间，2000年我移民到澳洲，在澳洲也做实验，做成功了，时间长一些，新加坡1年做圆满，澳洲我们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我记得好像是13年。我们才做成功。现在这个社会没有好的榜样，大家很难相信。啊，最好是做出来，他看到了，亲身体会到了，他才相信。怎么做？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接触，如果不接触就难了。我在澳洲图文堡这个城市怎么样跟大家交朋友？我初到澳洲的时候，买了个教堂，把教堂改成佛堂，除了把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之外，教堂丝毫没有改变。没想到得到当地人的欢喜，知道我们不破坏文化，我们要保留文化。他们在旁边看，开幕这一天我们邀请了街道上两边的邻居参加我们移民到图文堡建立一个佛堂欢喜的日子，
晚上我们用晚宴素食招待他们，给他们做报告，我们为什么到这边来，想做实验，我们所理想的宗教是一家，众神是一体，晚宴散会的时候有十几个街坊来看我，我接见他们，他们提出问题，法师，你办这个活动我们很欢喜，能不能常常办？我非常欢喜，一个星期办一次，他们都皆大欢喜。所以我们在那里团结大众，用的是温馨晚宴，每个礼拜六晚上举行一次，大家欢欢喜喜在一块聚餐，在一块交流。啊，他们对佛教不了解，很好奇，喜欢问，我们为他解答。一年一年过去都没有改变，一直到今天还是星期六晚宴，温馨晚宴。我们心目当中就是佛陀的慈悲，上帝的大爱，突破了宗教的界限，宗教与宗教之间和睦相处，13年，十几个宗教团体，他们的领导、代表人来找我，告诉我他们对我们在图文巴这么多年的贡献非常感谢，我们愿意团结起来。给其他的大众做一个榜样，宗教是可以团结的，宗教可以变成一家人，相亲相爱，互助合作，做到了，我看到很欢喜。啊，去年3月，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0位大使，我们邀请他们到图文巴来考察、来观光。他们看到了，对于我们常常在一起交流、讨论，希望宗教团结，希望宗教回归教育，图文巴看过之后，这个信心升起来了。他们回来做了一份详细报告，
还附带为我要了一个办公室，就是我们今天活动这个场所，我起了个名字，净空之有舍，这是教科文组织常年的做团结宗教、做宗教教育啊，我们担任了这一门，这正是我们的愿望，是联合国他们章程上的主要活动。这个学校成立了，使用这个摄影棚做我们的活动工具，做我们的教室啊，我这今天是第二天，由于身体比去年差很多，古人所讲的年岁也不饶人，去年有感觉不严重，今年比去年严重很多，我将近60年有同学，这有心人帮助我做整理啊，收集50年讲经的这些教材笔记，很完整的一些资料，我自己看到都感到惊讶，过去年轻身体不错，有体力有精神，一天可以讲4个小时，当年讲华严经没有感觉到累，音声洪亮，有不少的一部分留着有录音带、录音、录像，你讲录像。现在依然可以用，我让同学们在这个里面选择我们大家需要听、想听的经，我这里有现成的，可以用卫星或者是网络来传播，提供初学同学们做参考啊，这些资料听过的人很多，依教修行的人也很多啊，确实带给我们信解行证啊，信是信心，对佛法升起信心，
解释对于经典明白了，理解了。啊，行是依教修行，经典里面所说的，我们完全接受过来，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行。啊，甚至于对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从事的这些行业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证明佛教是教育，我们将来把这个扩大，所有的宗教都是教育。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叫圣贤的智慧。这四门在今天教育疏忽了，啊，学校教育甚至宗教教育都很少讲这四门功课了。这四门功课非常重要，我们把它找回来，我们来做，希望由我们来牵头。宗教的目标，希望所有的宗教我们集合成一体，我们确实认知所有宗教的神圣都是一个真身的化身。那么换一句话说，所有宗教的神圣是一个真神，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宗教可以复兴，西方的社会可以恢复秩序，社会安定和谐，东方恢复儒释道的教学，中国传统的教学，在今天无论是中国外国，我们细心去观察居族伦理道德因果，只有中国有，其他的有没有？有，我们在各个宗教经典里面看到，不是没有，没有人讲，没有人提倡，没有人落实，所以没办法传出来。啊，我们今天明白了，认识了，从神爱世人这里说起，我们要把所有宗教经典里面所讲的神爱世人，所讲的众神一体，所说的宗教一家，从我们身上做出来给大家看。用这个方法恢复西方的宗教教育，恢复中国传统的教育，来帮助社会，帮助地球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谐。
这是我们净空智有时要做的。所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法喜充满。